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上游乐的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这是来自于因为热爱所以我要，后面看不见了，但是我知道啊，后面是我要东山再起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查地伦啊，地图是卡雷利亚，标准模式我们在右上角顺点位。查查，我操，他全带的那个 APCR。哦，走起，两个圈啊！哎，话说当时似乎他们就真是二战的时候，一些管子上也有圈啊。那个圈他们当时到底是管什么用的嘛？哎呦，他那边已经有人了，他现在想过去得掂量掂量。好，躲起来，自己亮了。这个时候就是要掌握好分寸，不能太过分，得确认自己灭点之后才敢出来。他肯定过去了，你打不到他。好，但你可以打这个，他没看你，接着打。他没停车，你就不停的打。好，因为他不停车，他很难打中你的。那种时候你也别怕，反正这个刚才也没出来。哎，他很难从这边出来的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我靠，有个妹子说她被甲方气到人在发抖，然后后面她很快又想开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有这么柔弱的妹子呢？但她在里头混也没办法，她总不能去把甲方给打了吧，那她以后混不下去了。我靠，我看你新疆老婆在敷泡泡面膜，吓了我一跳。好，断腿，但是没什么伤害。哎，现在新疆那边好像很多东西管得很严，前几天他给我说，比如他们开个车啊，路过某个检查点，后备箱打开，然后管你什么润滑油，什么玻璃水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什么防冻液，每个都喝一口。我在想，他妈的能把你把人喝死了咋办？哎，这个好蛋疼呀，这样搞的。但你说的有那么乱吗？这我都不敢去那里玩了，等会就回不来了。好，那现在终于是找到了个机会啊啊！滋溜一下，他就上山了啊，然后175被爆了，自己亮了，有个火炮啊！你看他很机智，他知道刚才亮了，那在这里靠一靠吧，等一会儿再出来。因为他刚才过来，从那个路中间那样走过来，的确很容易被看到。哦呦，哦呦，他完蛋了呀！妈的，你还一枪打水了，那我肯定要弄死你的。好，然后贴在这儿。
看看等会儿怎么弄。我觉得从正面的那个可能性不大啊。你得找其他方向。我操嘞，什么时候来个这个弹没装好。哎，但他现在暂时不知道，你不能表现往下怂啊，否则他会知道的。好，装好了，装好了，先把它搞了。原始射击。biu。打得好，目标锁定解除。好。敌方战车被击毁。现在那边那几个怎么处理？这个时间点要不要换弹？这个弹夹车对于这个换弹点的掌控是。非常考究的，你从这面是不可能冲过去的，你会被弄死啊！换弹了，要去哪儿？绕后是吧？也可以，正好前面南哥跟三四在那怼着，自己从屁股后面过来绕菊花，也是一个好办法啊！先把杠二给干了。我靠，漂亮！那你也完蛋了。哎呀，你 KV 四你打我一炮又怎样？一炮又干不死我。着火烧死没有？好，人头拿掉。对面只剩下一个那个火炮了，啊，现在六个人头，玩的有点溜，啊，现在这，那他肯定在这个基地上头，哦。来嘛，你要上好也要很久的呀。你大不了再撞，哎呀，被队友撸掉了，好吧，那就这样了。嗨啊，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啊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，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。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好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 7678-5588@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。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
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，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，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